得到季军的第五首歌《The Rocky Road》，请佢嘅主唱歌声。梳住落林头嘅阿姐介绍一位初出道嘅巨星，同样都影响一代人。Danny 仔陈百强19岁以一首自己包办曲词嘅《The Rocky Road》参加香港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，夺得季军，正式进军娱乐圈。他在香港歌坛留下谜一样的神话，不少人都对他唱出深爱着你。阮兆祥先生就是今晚最年轻的参赛者，今年只有16岁，今晚他会为我们唱出一首《今宵多珍重》。晚咧引颈以待嘅一个节目咧，就系《欢乐今宵》。喺《欢乐今宵》当时咧，有个环节叫做《星星星》，每个礼拜咧有3个参赛者咧去挑战台主嘅。咁嗰阵时候就胆粗粗写信去报名参加。点解我会拣 Danny Chan 陈百强嘅歌？因为由细到大佢都系我偶像咯，佢亦都系我一个模仿嘅对象，好喜欢佢嘅歌路，好喜欢佢嘅声线，所以唔知点解咧，不其然咧听得多嘅话咧，就会唱到佢嘅腔口出嚟。情人在于相爱偏不能容，情人无言地哭。爱上陈百强有阮兆祥，不过比赛并冇为佢带嚟任何奖赏，得第二嘅啫。咁所以我同自己讲唔得，我要再次挑战自己，再次拣翻 Danny 嘅歌。咁啊，所以喺第3届新秀，我就选择咗《不》作为参赛歌曲。谭嘉仪唱出今宵多珍重的另一种味道，她又认为当年的阮兆祥有没有 Danny 的神韵呢？如果你不说我真的不知道是祥师兄，真的认不到。我刚才一看的时候以为是 Danny 哥哥唱的，把声音都像，没得比较。但是当然祥师兄他是唱得很有这首歌原本的韵味，所以我觉得他是很好的。